好，请你把你的浏览器打开。好，请各位到 Google，我们现在随便找一个插图，好，随便找一个插图，比如说那个 KIPPY，PP。好，然后请你选图片，啊，选图片的分类哈。那这边找到一堆 Kitty 的图，对不对？好，请你找一个，像类似这一种的插图，有没有？啊，尽量不要有那个渐层颜色的，啊，不要有渐层颜色的哈，啊，这种插图都可以哈，都可以。啊，假设我找这一个好了。好，大小无所谓。好，大小无所谓。那请你呢，按右键，好，把它复制图片。好，按右键直接复制图片。然后把你的 Inkscape 打开，按右键直接贴上。好，请各位从浏览器那边随便找一张插画哈，卡通型的图，插画的图，直接到 Inkscape 里面直接贴上，好，复制贴上。对，那个庄老师，Photocap 哈，Photocap 用他有做好的那个扑克牌的版型，所以你只要把52张图片丢给他，他会自动产生扑克牌。那你只要把图档输出，啊，把那个图档交给那个什么印刷厂啊，他就会帮你做出来哈。界面是黑的，它的那个界面是可以改的，黑的白的无所谓，啊，它的界面可以改。好，各位图都贴进来了哈，好。那你贴进来的图呢？这一张哈，它原先的这一张只是你的工作范围，就是你预设的版面 A4 的版面，好，预设的 A4 版面。那你这张图大小无所谓哈，反正放在纸上面就好哈。那超过也没关系哈，啊，你也可以把它缩小，啊，它的那个四周会有那个小箭头，你可以把它缩小，啊，也没有关系。好，各位，这是一张标准的 JPG 的图档或 PNG 的图档，那它是一个点阵图。你怎么确定它是点阵图？其实很简单。好，你的刚刚讲放大对不对？拉近，好，拉近，所以你就 Ctrl 把它按着，啊，键盘的 Ctrl 按着，把你的滑鼠滚轮往前滚。好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个边缘？边缘是糊的。啊，边缘是糊的，一格一格的哈，这代表这一个图呢，就是一般的点阵图，啊，一般的点阵图哈。那点阵图呢，你把它放到那个，你要去做那个数位的输出的时候哈，通常这种东西，除非你的图很大啊，但是如果你要做那个雷切什么，那个镭射光要走这个边缘，但是你这个边缘就不清楚它到底要怎么走，哦，所以它就会变成改用打点的方式。好，去把这个图点出来哈，所以它就没有办法做那个向量的切割哈。好，那所以我们如果要把这样的一个点阵图改成向量图啊，在 Inkscape 里面非常好用的功能啊，这个各位一定要知道了哈。你别的功能都不会没有关系，你不会用 Inkscape 画图也没有关系，但这个功能一定要知道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孩子。你可以叫你的孩子哈，哦，我再另外找一张图了哈。好，你可以叫你的孩子呢，直接用签字笔啦，直接用签字笔在纸上画，哈，画一个类似这样的图，或画类似这样的图都没有关系，单色的，啊，单色的图。签字笔画好之后，手机拍照，直接把那个照片放进来，好，单色的没问题，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就跟你讲怎么样可以变成电脑要用的那个向量图档，好，这个也是一般的 JPG 的图，好，所以我复制，哎，等一下。
我复制一下，复制图片，我来到这里贴上。好，这一张是那个黑白的，这一张是彩色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现在跟你讲最重要的功能。好，这都是点阵图，我要把它变成向量图，很简单的，在这个路径的功能里面，这里有一个功能叫做描绘点阵图。好，描绘点阵图。好，你在选之前呢，要先选一下你的图片。好，先选好你的图片，再来选描绘点阵图。好，表示我要针对这一张图做描绘点阵图的动作。好，所以请你点一下描绘点阵图。那旁边会出现一个视窗，这个视窗就是处理的状况。好，处理的状况跟一些参数的调整。好，那现在呢，请你再更新这个旁边啊，更新这里，请你点一下啊，点一下更新，它会出现现在这个数值。好，它现在是用亮度去描你的点阵图。好，用亮度这个值去描你的点阵图，所以它描出来的用 0.45 的值描出来是这样。那这样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说这个黄色的缎带的部分很浅，所以它不要，它把它拿掉。好啊，所以如果你想要说，哎，这个浅色我也要留哈，我也想留住，那你就把这个数值加多一点啊，比如说 0.6 看看 ,0.65, 然后你再更新一次。哎，有没有看到这个缎带就被你保留了。啊，所以这个数值呢到一哈，从0到1，它是可以根据你的颜色的深浅决定要保留的多寡。所以你如果颜色越浅的也想保留，这个数字就要越大。好，好，那反正你就是调调数字看东西在不在。好，如果这是你想要的没问题了，你就按一下套用。好，请各位试一下。好，如果确定 OK 没问题，你就按一下套用。老师打扰一下，哎，请说。就是右边那个参数那边，对，样子跟你很像，可是有像斑点啊、平滑转角、最佳化那些脖子，然后对，就暂时先不用管。但是就没有更新，但是有套用这两个字。更新它像是写 update review。哎，对对对，就是按更新，它就可以看到那个，看到用这些数值转出来的状况。你就是每次你有换数字或者有换选项，你就要去按一下更新。那最常用的就只有这个亮度值，其他的其实很少用到。对，但是我这边没有写更新，没有像你的画面显示写更新，这边是写 update preview、欸、然后是更新预览、preview 啊，一样的意思啊， update 啊，就是更新啊。啊，所以你就一样那个按钮把它点下去就对了。好，那这边就会就是出现转换出来的预览的啊，不过这边解析度比较低。好，它只是告诉你说这些东西我会都会取得到。好，那你会发现这个 0.65 它的那个黄色的鼻子还是没有抓到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没有关系啦，我们就先这样做。好，那么当你按套用之后啊，你会发现你的图就被这一张图给盖住了。好，没有关系，你就在你的图这边把这个图往旁边拉。你有没有发现它多了，事实上是多了这张图。好，事实上它是多了这张图了。好，我把这边把这个拉过来一点。好，拉近一点哈。好，所以这一张是原始的 JPG 点阵图，但这一张呢是你做好的向量图，就是你根据这个扫描点阵图的功能去帮你做好了这个向量图。好，然后你再检查一下，你把它拉很近，你看一下，这是旧的图，有没有？它开始糊糊的。好，这是 JPG 的图嘛，可是新的这一张图呢，哎，你怎么放大它都是很锐利的，这就是向量图。好，所以他又根据你的 JPG 的图档，他重新画了一张，把它变成向量图。好，所以这个功能很好用。
哦，它叫做描绘点阵图，请各位把它记起来。哦，以后你要去做，哦，我们其实在印包包那个印，或者是要做雷切，哦，雷切木头、雷雕木头，我们都会喜欢用向量图，我们不太喜欢用点阵图，因为点阵图弄出来的东西会糊糊的，不好看。好，所以我就把这个旧的图给删掉，我留这张新的图，这个就是向量图哈。好，那同样的，如果刚刚这个黑白的图，对不对？刚刚是你小孩画的图啊，用签字笔画的，你直接把图照片照了就放进来，对不对？一样可以这样做，好，一样可以这样做，所以你就选到它，一样再按一下更新，好，啊，如果你觉得旁边好像有一些黑黑的，你不要，就把这个数字降低一点，好，这样它会比较干净、保守一点。这个黑黑的就不会被抓出来。好，好，那一样哦。如果你确定 OK 了，你也按套用，好，然后把这个图拉开，好，你就会发现它根据你的原图，它也重新画了一张向量图。好，那这个向量图就是向量图，你看多干净啊，很干净。那旧的图就可以不要了。好，这个就是一般的 JPG 的图向量化的过程哈。那接下来你就可以针对它做一点编修，好，做一点小修改。好，我举例了哈，举例，刚有说那个节点编辑，对不对？好，节点编辑哈，比如说，好。你看到这个图啊，上面如果有一些 mark， 有一些字，哦，甚至有一些那个设计师按杠埋在图片里面的一些文字，哦，这个都有办法可以去掉。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，哦，那个像这种商业的图，它是有版权的，哦，这种图都是有版权的，哦，所以其实你真正呢，你要用的时候呢。你自己拿来练习当然是无所谓，但是如果你在搜寻的时候千万要记得，哦，如果你要用这样的图，哦，我们在搜寻的时候呢，你在工具这里有一个使用权，哦，这边请你选创用 CC，哦，就是可以免费自由授权的，哦，哦，这样子你用的图才会合法，哦，那不然的话你就是要改的让人家看不出来，你不是用它的去改的，啊，这个是特别要注意的，啊，或者是要自己画，就是你看着它的图然后自己画，那自己画我们 Inkscape 里面也有很多的技巧，啊，这个就是有空才能讲，啊，今天没有空，啊，今天重点不是讲这个，啊，所以当你用创用 CC 的图这些才可以用哦，啊，所以有时候会不好找到你要的图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那些都是有版权的图，啊，所以这边跟各位讲一下，啊，所以我们这个练习出来的图，这个图其实是有版权的。好，那回到我们刚刚的话题了，啊，哈。假设有东西你不要，你要做点小小的修改，哎，没有问题，请你切换到节点编辑模式，啊，这个点点点啊，切换到这个模式。切换到这个模式之后呢，你再选一下，点一下你的图，你就会发现你的图变得有很多的点，对不对？有很多的点哈。那下面这些字呢，也是充满了点，对不对？啊，充满了点哈。啊，没有关系，现在是在节点编辑模式，所以你就把这些不要的节点框起来，框起来之后直接按 delete， 哇，它就不见了。修改完毕，好，就这么简单，好，就这么简单。那如果你要再做进一步的修改，你可以一样到节点模式，好，然后你一样 选你的图，对不对？然后你上拉近一点，这个节点都是可以拉的，可以拉的，眼睛拉大一点。好，啊，这个眼睛呢，其实你可以全部选起来，啊，你可以把节点简化一点，啊，简化就是 Ctrl 加 L，啊，简化，啊，简化它会变圆滑，啊，变圆滑，
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个点呢往外拉。哦，往外拉，它就会变大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图就会变大。然后这个都可以改哦，这个角度，哦，每一个节点的两边都会有两个圆圆的这个棒子哈，哦，它是可以调整的。哦，啊，你怎么拉会跟就会那个角度就会不一样。哦，角度就会不一样。然后它的这个弯折的地方。哦，弯折的地方在上面，它也可以有不同的形式。你希望它是变锐角，还是用节点去对称去编辑哈？那你可以选。啊，就这两个点，我选起来之后，我可以让它选成这种的。啊，就是节点是可以改的啦，哈，可以改的。好。啊，那你把它变成这种不同的形式之后，可以再去拉那个它的节点的样式。好，那如果不小心弄错了，一样 Ctrl Z， 好，可以回到上一步。好 ，Ctrl Z 一样可以回到上一步了。所以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去修改你的图片。啊，要胖一点，要瘦一点。啊，这个都是可以调整的啊，可以调整的。好啊，不过有时候呢，它的那个，就它要根据它的图片的设定哈，不同的那个弯折的形式，有时候你改的时候要留意一下。哦，它这个是对称，它就不能动，所以你要改一个非对称的。啊，非对称的它就可以左右弯折了哈。好，那你就可以你有空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，有没有？啊，那你要拉啊，有没有？它的那个弯曲幅度就可以改。啊，节点的位置一样可以改哈。啊，节点的位置一样可以改。所以，我们向量绘图其实是这样做调整的。啊，这样做调整的了哈。好，啊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能，叫做。路径的描绘点阵图。